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北捷司机员洪一凡。因为我现在是捷运的司机员，那我们这个工作是需要有很大的专注力去执勤，因为我们负责的是车上旅客的性命安全，所以放假的时候我就会选择唱歌去纾压我的压力。那借由唱歌大吼大叫飙高音来达到释放的效果。我即将要去参加比赛了，那现在心情很紧张也很兴奋，因为可以在舞台上唱歌给大家听。我来了，像是无意义的因为，通来压淡我的生活，我的一切该问的其实都拢问过。万一爱情甲人讨论只是假的，两字缘分啊，是最后的我会告诉你。生活，请你相信，该想的其实我拢想过。关于爱情，感谢过去你的风飞，一句真心话，谢天谢地。上来听老师的讲评，雅文老师请讲评。你们真的好棒哦！然后今天的歌声让我很惊讶。你既然歌声这么好，你选了今晚就来红人榜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要这么保守自己，然后不让我听到你这么好的歌声呢？我觉得太可惜啊！嘿，然后韵凡，你今天唱歌的感觉一下歌，我就觉得因为一个是非常的有男主气概，那你的声音又觉得让我觉得比较柔情，好，看看柔情。可是你的技巧非常的浑然天成，你的技巧如果不听清楚，会觉得说你的拍子在落拍，会觉得说哎怎么都没有在拍子点。其实不是，是你一直在转音，你转音很漂亮，很漂亮。到了后面整个飙高音，整个我觉得太棒了，加油！韵凡是老师，韵凡的。
唱歌技巧真的非常，你有学过吗？跟 QQ 老师学的。哦，跟 QQ 老师学的。QQ 老师学的。哦 ，OK OK。哦，好。所以你躲起来了，你还把它讲出来啊？他就是怕被 Q， 先躲起来。QQ 老师。哦，跑掉了。OK。好，跑掉了。对，所以你是，所以你不是歌唱老师吧？哈、哦。不是。哦、OK， 好。OK， 我想说你到底做过多少工作的 ？OK， 但我觉得你的歌唱技巧是相当好，而且你的高音还有真假音转换都很好。给你一个小小建议，就是咬字可以再更清楚一点，因为你的声音，你的声音是比较在里面一点，所以咬字再出来一点就会非常完美。好，谢谢两位都很棒，谢谢。好，黄山亮老师请讲评。韵凡呢？是你的，你有一些气音的唱法，有一些真假音的，就死音气音的转换，我觉得很好。那我觉得可能是有下过功夫去练一些发声。那我的意见也是觉得咬字上面可能可以再清楚一些，有一些地方需要一些颗粒感，有些地方需要一些唇齿音滋滋车车那个那些唇齿音，你发得好的话，对你的就是对你的很多唱歌上面的轻重的部分，你会比较容易表现的好一些。嗯、那基本上你那个高音拉的真好听，好，所以基本上两个今天分数都不错。